各媒体啊，你拿到保益达那种产品的时候啊，讲到是这个，你只要有一种态度就好，你说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我帮你这做广告啊？你们是知识分子吗？你们是不是知识分子？你只要这种态度就好，这什么啊？啊，我帮你这做广告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是不是知识分子啊？就跟你们早上在播那什么星座一样，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啊？哎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啊。这什么啊？我帮你做的广告啊，对不对？就看出你这个格在哪里了嘛？你们这些东西，你们这些烂东西，你们的格在哪里了嘛？这个产品啊，说不定。真的，你们这些什么媒体呀、啊？你知不知道那产品啊？有没有喝过啊？说明都搞不太清楚哎。这什么无知？全部都是无知吗？通通下去，通通下去。